我当时没有想到，他会是我的亲生父亲。我当时以为他是蒙古偷袭日军五十四号基地的人，他竟然是蒙蔽了我自己。更为了我自己，我答应了他的条件和要求。他给了我一个代号，肖。你是怎么知道蒙古偷袭日军五十四号基地的？ 那天，我恰巧去了船务公司。咱们今天晚上有行动，行动是晚上11点，在大黑山旁边的树林里点起3堆篝火，国军的飞机要在那里空投，然后带他们去日本人的54号基地。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 知道的一切都已经告诉你了，你也必须兑现你的承诺。嗯，我向你保证。那你能再说说你的承诺是什么吗？我保证张成璧的绝对安全，不会动他一根汗毛。还有，你家人的绝对安全。但是。 我交给你的任务，你必须完成，因为你现在是我的人，是我的肖。2天后，池渊告诉我，他根据我提供的情报。 消灭了猛虎大队，其中还有我的大姐夫。我知道，我彻底完了，我的双手沾满了他们的鲜血，谁也不会再饶恕我的。想要活命。 我只有一条黑路走到底了。